开着保总送给汪小姐这个车来打卡一下保总套房，看看这住一晚到底多少钱。全部给你安排好了，繁花那个片头曲就是这个指针。为数不多可以运行的老电梯，快一半年了。那我们直接套房见。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英国套房，也是我们保总的常住房。